今天同样是五九的第一天啊，老话叫五九六九，沿河看柳，但是对于咱们北方现在来说啊，有点不太现实，因为啊，仍然处于一个寒冬的状态。今天呢，全省是小幅的降温了，早间的最低气温呢是-15到-5度，最高的气温啊是-5度到0度。那风力方面呢，全省大部分的地方啊都是3到4级的西北风，而且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月30号，咱们全省最高的气温基本上都在-5度到0度左右，当然也没有一个明显的雨雪的天气，但是大伙儿还得注意保暖，要过节了，您呢可千万别感冒了。化作飞蛾，化作蛟龙，为你指引着方向，回到家。